《华严经》上说的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不但本来是佛，本来是一体。你们念过《金刚经》，《金刚经》上讲得很清楚，《无量寿经》上也讲得很清楚，一切大乘经典都有。《华严经》告诉我们，整个宇宙从哪来的？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，跟慧能大师所说的恰恰相同。啊，慧能大师告诉我们，宇宙的来源，自信能生万法，自信是真心，真心不生不灭，但是它有隐现，有缘。这个现象现前，没有缘就现象不现前。啊，现前不能说它有，不现不能说它无。你说有无都错了。这些话说的意思是什么？意思是整个宇宙跟我是一体。庄子所说的，天地与我同根，万物与我一体。是一不是二啊！我尊重别人，就是尊重自己；回报别人，就是回报自己。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啊！成就别人，就是成就自己；帮助别人，就是帮助自己。自他是一不是二，骗人就是骗自己，欺负人就是欺负自己。是一个道理，要搞清楚，要搞明白，我们就真知道什么要放下，什么时候该放下，什么时候要提起，完全明白了。为自己统统放下，为别人提起来，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，为别人要提起，为自己要放下，你才能入佛门呐。